我这是接四后的我。Women weaken legs。开个玩笑，这是我健身前后的对比照。接着呢，我们来聊一个男生骨瘦如柴，想要通过健身增肌变得自信，该如何去做呢？面对健身房的一大堆器械，属实是无从下手。今天呢，给大家罗列了一些对于新手收益最高的几个动作。胸肌首选平板卧推或者俯卧撑，有效刺激整个胸大肌。背部引体加上划船，引体侧重背部宽度，划船侧重背部厚度。腿首选深蹲和硬拉，下肢两大王牌动作。手臂二头选择杠铃弯举，三头选择碎炉者。肩膀哑铃推肩和哑铃飞鸟就足够了。做好以上这动作，效果大大的。别再学那些大佬们做五分化训练了，因为新手不管是从肌肉力量还是肌肉耐力，都不足以维持一小时只练一个部位。相反，两分化训练，上肢一天，下肢一天，更适合新手。计划如下，大家记得截图保存。等到你的训练水平再高一点了，